游园车蛮有造型的哦，没有，稍微摄影一下而已，照拍。好，也要按一下另外一个方向，独照比较。坐接驳车到演艺厅来，大概坐了园区很大，大概坐了五分钟有吧。哦，有了，等一下可以搭游园车回去。那如果这段期间，各位朋友，你想要先志凯的左右护法，来左护法，你叫做左护法，好，右护法你是右护法。反正后面没有要理。拉钢索的，还拉钢索的器具。这整个展览感觉是还蛮有，感觉蛮特别的。回程咯，园区是真的蛮大的。补充能量，快十二点了，吃小芋头，准备前往彩虹吊桥走一下。彩虹吊桥现成食人，还算晃哎，威奥。下班来高，感觉是正统的原住民。呀，布隆族，欢迎。好来，现在在贴哦，泰雅族的纹面吧。啊，你有纹这个？湾流桥。整台车都我们的。好了吗？包车了。坐下来了，好好好，坐下来了。
香肠大肠啊，马吉啊，好、哦、马吉，快午餐了还偷跑去偷买东西，这个艺术家是你做的吗？艺术品，椅子也是有造型的哦。画框是线纺织线做的，还蛮特别的。找我吗？嗨。好，去吃午餐哦。午餐来吃居高风味餐厅，在路边的确装潢还蛮特别的，在二楼，哎，这看起来好吗？整个就在山路边了，要走上来，有四个停车场，哎，还停满了，没有，前三个停满了。看来我们这是招牌盐烧鸡，终于找到人了哦，难怪停车场三个停车场会停满，这么多桌哦，招牌盐烧鸡来了。专业的，鸡头谁要吃？我不要吃鸡。很香哎、欸。这是二楼，反正桌数超多的。我们鸡先来了，已经大家都二楼。等一下比较好夹菜啊，没有盘子，所以比较夹菜就放在里面。葱油鸡饭是一口。哦，寿星招待的，招待三块哦，就这样吗？好，啊，这是阿拜，哎，阿拜不是跟我们那个夜市那个，哇，还有赶苍蝇的，他这是盐烤什么肉的？盐烤猪什么肉？哇，我一口吃饱了要走了，在路边跟大家。路过的人 say 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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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 hello， 里面好热闹哦。第一天晚上，地板脏啊！来水门夜市。屏东内埔水门夜市是路的，看起来非常惨。整个路边，方圆也没有了，好几百公尺路边都停满了车，当然摩托车也一堆啊。里面这条路很大。我们已经走进来30公尺了，还看不到尽头，看起来真的
屏东水门哦，内埔乡水门夜市，现在超饱的，刚刚是吃什么北平小馆哦，啊，不过那个没拍到，看不太到镜头，这边有个小广场，哎，还有现在很流行的娃娃，你们要去捡点钱吗？他说不定有。这种店倒是没看过，是用真的撞球哎。没看，我来赌一下吗？单局一百。不想。都没看到了。脆皮烤猪。看一下那一只猪很大只吗？哪里有猪？台上对岸有一只猪。冬天的火锅，生意都很好。这可能看过规模最大的捞鱼了。汉堡牌动漫倒是没看过这一种，还是没看到镜头。左边这一区看起来都是玩的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第一次看到夜市还卖盆栽，到这个转弯以为已经尽头了，转弯过去还是亮的，终于到尽头了，尽头就是来妹什么国小，后面有车要进来哦，北叶国小就是它的尽头了，以为是卡拉 OK， 原来是老板自己在唱的，在我眼前好，我刚按下去，来挑战完了，其他人好像都没过来，威尔不为自己欢呼一下呀，传统的捞鱼高手在，哇，捞到被拍就紧张了，他已经成功捞起两只了，第一次看到现炸的吗？哦，卡里卡里了，这刚捞出来的，厉害厉害，酒醋小姐帮忙倒一下美酒，这边提供的杯子，喝茶的杯子用来喝点小美酒。那个喝一杯。瓜巴两包爆米花。对，一个用烤箱烤的，看起来是有一点，但是开起来蛮香的，虽然可能失败了，但是有香味。但是很好吃吧，它这是就是失败了，这叫微波的刚刚好，然后呱呱的脸一直用不起来，说不要拍它，没关系啊，刚真心话大冒险，大冒险之后只被指定喝一杯酒，只喝了一口就倒在这里了，对，已经完全红掉，那个你躺旁边跟爸爸对照一下，正常的脸跟发红的脸。